这几天都被老鼠来关顾啊，弄到我这个花生，哎呀，你看，花生壳、啊，老鼠都来关顾，这个旁边都弄到，它、啊、这个有的凹陷了，像这个也是啊，都吃到死掉了，先丢旁边。这个地都钻到空空了，这边凹陷更大，这边都踩空了啦。这边都哎呦，又滑下去，我脚一踩就进去，老鼠你看，这个老鼠啊，很麻烦，你看跟我踩空了，挖进去了一个洞洞，这个旁边都连起来，都被踩到，花生都跑出来了，哇，土把它盖起来，哦，这边空了，你看又已经，这边也是啊。踏到就凹陷下去，老鼠挖洞进来的，这个、啊、都踩空了。弄到这样子，哇，这个老鼠洞钻进去了，等，哇，很深哎，你看，这边进来是，啊，从这边出来。从这边进来，这边出吧，凹下去了。你看，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孔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这个花生园在昨天发现很严重的被老鼠跟我穿洞，然后花生也咬了很多掉，总共被它咬了三区，这是第一区，啊，后面那边还有两区，哦，啊，我这个发现是有一点晚，啊，那个一般哦，最好是说还没有发现到的时候，用这个棍子把它稍微拨开，等走进去，这样稍微拨开，走进去稍微查看。啊，这样子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要不定时的进去查看，因为快收成的时候会有老鼠来吃，所以说我之前都没有去查看，所以发现太晚，所以造成我今天的花生相当严重，啊，被吃了很大片，所以说我今天准备了四个捕鼠器，今天要来把它放下去，防止后面再恶化。这个蛮红的，那个蛮熟的，那应该老鼠蛮喜欢吃的，因为它过熟了，这边红了，就用这一颗了。